哎呀，真的哈，今天过来把我那个胡子草都要拉回去，因为湖边的胡子草喂的差不多了，再看这两包还没开始喂好多。因为装的时候按得很扎实，所以一包的时候一包都要盘多久来盘得完。哇，我这猪场是我的香喷喷的，猪都爱吃的很。那天我那宝宝就在山上找那种油菜呀，鸭鸭跟他吃，他还不吃，不香，他还吃这个猪肠。哎嘿，看没得，干酥酥的，哇，有点酒香酒香的味道。来，媳妇儿，洋菜呀，你吃不吃？你吃噻。你那么瘦不长身体，那个吃了就长身体噻。你看我们的猪儿吃了都长得肥墩墩的。喂，浇干的了嘛，娘的。用的香没？香得很啊！不接铁就用了，那他就睡。之前我怕这个纠结节超短。就是纠结节短。啥子？闻不那个味道？你的鼻子，酒香味道啊！看嘛，这两天好得很，红天干涉的。哇，压紧了的。哎耶，那把提不起啊，怕够了的。你看好了，我试一下呀。哎，还可以装的呢。哎呀，冰是一冰的。嘿，哇，嘿，今天的口袋带的有点多。我本来打算是全部装完的，可能不得行。全部装完，起码要装十好几包。因为一面是压紧了的。黄金干涉，你看这底下这些，哦，这个还油油的。把这个干的来装在这口袋里边，因为那底下有一定的水分。但是可能车子高级它会流出来，啊，统统来装这个湿的。媳妇儿，这个当时没有洗，如果是洗整干净了的话，一表时候就是可以弄来整这个盐菜坑子。他们现在淘洗哈儿嘛就可以，他只要买沙的就可以洗。现在洗不到了，他那个也有点干了的，他。我要给你弄给你吃的，你不说这儿吃了才能赔的吗？那我已经长肥了噻。那锅吃鸡都吃哈，那锅吃鸡不吃了同学的，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噻。我打火吃。又来嘛，来盘东西啊！哎，我把这猪肠来拿回去。哎，你喂了猪？哎，我老早喂的有。喂了四个。哎，那我也有。兄弟，我大大的呢，我这里有两百多斤。爱吃的不得了。哎，那我就可以。就是。哎，他那么菜呀，他又不爱吃，他就要吃这个，他有股香味。哎，就是有香味。哎，你看什么？我炒菜我看了，要不我那一边我的橘子吃不完。对，我菜不完我的。我这农村就是。你摘的太多了，你还。他有菜吃就吃，吃不完；一没菜吃又没菜吃的。就是。就这样子。嗯。啊。结果统统装满了，这包包就不想装了喽。别的。又搬得起了。我那个头呢？我结果匆匆挖花给吃了嘛。哦，哪喽？第三了。哦，番茄的药呀。哎。要的。我把吃了到有点。这里要黄生生的，哎呀，下面那么就鼓得更好噻，好喝见底，晓得不嘛？好香，等会儿我就给你弄这个黄的，给你们吃啊。红红淡淡的烟嘞。哎呀，好重。哦，擦擦哪个脚？滚！哎呦！哎呀，不得了，这重。这开始接南瓜了。哈哈。那天不打一个了。二天你给我掏南瓜噻。韭菜就紧了，不挖回去了。我屋边的韭菜都多得很。韭菜等了。哦哟，这葱头居然厚得不得了。你看，这种是那种老藤藤，只是番茄的藤芽都露生。哦，完全可以吃一顿。哦，一顿一顿，等你吃完了那么多。你看，哦，切断了这块。哎呀，又切切了。看到有点儿蔬菜，哦，那就快了。
昨天回来。哦，回去玩儿个。娃儿放假了吗？哦，对了对了，都放假了现在。还没回来。现在外乡喝多噻？今年子还可以个。外乡子养着喝就够了，今年子。但是我前头坚持。坚持喝的保证了。不，真的，我老毕那时候坚持喝了，阿叔他干了那么多年，他坚持是最好的一年。看老婆，少数人。他们的中山。少数人。哦哦，对了。他站高头坚持喝的差得很。有菜车没？拿我充点钱。嗯。拿充点钱的，去煮。哎不，煮鱼噻。嘿，我就是。哦，来煮鱼。这时候他是饭钱的邓丽瑶。嗯。昨天这个晒黑就吃了，好生了嘛，生得很喽。对。这个南瓜还长得很。南瓜长得很。哎，这个还有我漂亮的。哇。哇。哇，今天又暂时的吃一顿了。哇，还有我漂亮的。这点图你没看到，肥得很，这个东西还好。当时你没看我放好多油库，我是的这个。哎呀，干到一点，那么多。啊，加高高一点，加高高一点。是，这种饭的家挨得很。那小葱头呢？挖了回去已经化苗了，挖回去来变的屋头边。我找到油。找到我。OK， 又开始发芽了。哎，那家伙给摘公公合适，我说。喝水喝水，哦哟，这个还发的可以，啊，甩两条鱼，发起来了，哦，哦，真的发起来了，这老鱼更发得快了。哦，前段时间不发我晓得了，它是太干了，干得化苗了，现在它落鱼了，它就切了，本来我这就是四季葱，嗯，他妈的，这我就比较庞大那苗苗了，就让这个栽进安逸的很，多得很。原来这面子，你看这个，好大一好大一饼，啊！你看，像那莲花台了你。你发那么多了。嘿嘿。耶，没了，拿包。嘿嘿。来不及，还有哪？哪两只嘞？我走噻。我你干的活，走不动。上来！哎呦，哎呦，好痛哦！终于整了一包了。